你绝对无法想象台湾有这么美的峡谷秘境。哇，这是平面吗？哇，这好像电影场景哦。是啊。哇！朋友们，这么算惊讶了？尘封三十年，风采依旧。哇哦，太漂亮了吧！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。有点傻眼。是啊。好美哦，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每周四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台湾客之老外看台湾。